比较难得可贵的，就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了，就是像我谢谢你，我先介绍谢谢你好了。他这个他的学习方法是正确的，你看啊、哦，他每次就先把拍子打好，和弦进行搞好，对对对，先把这些搞好。他现在弹的是降 B 调，拉 minor。对对对，先把这种，所以拍子先打好的，巴萨诺瓦这样，拉瑞，嗦，回到哆，再进到发，西，再咪。再拉，对，很好，就是 G minor 调。不说这样，要右手偶尔配合一下的。非常好，而且弹得很稳。要像他这样子哦，这个他现在用认证二对不对哦，然后不认证三的弹法，要练到就是说不要累个到就对了。所谓累个就是你看他拍子都打得很稳的，你一定要练到这种地步。同学就是每次这样练一练，哦，这样会了会了，就这样，有这样过了，不行了，要练到很熟很熟，非常熟练的。这他现在把所有拍子这边，在那个认证三的弹法，然后降 A 那个用降 B 调练一下子。对不对？很棒、哦、然后再来巴萨诺瓦，拉瑞索多，
错，先把稳，先稳最重要呢，就熟了嘛。那是，但到后来是，嘟嘟嘟咚，嘟嘟嘟咚，嘟嘟嘟咚，嘟嘟嘟滴，嘟咚，嘟嘟嘟嘟咚，你看，我现在，对，论把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要像他这样练了。这个好，我们先换一换这个。好了，我特别介绍一下。